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阳。前两期给大家拍了黑石质的阿拉斯加，那么今天再给大家看看红陶和红石质的阿拉斯加。好的，现在咱们在路上啊，马上咱们就到了啊，一会儿就看看这窝红陶和红石质怎么样。好，现在咱们到了啊，大哥已经把这窝红陶的阿拉斯加已经给咱们放好了啊，可以看一下这窝红阿拉，漂亮的很啊。现在啊，快两个月了啊，也是做了两针疫苗，可以看一下，出来啊就找地上的东西。啊，这边的话又拿过来了两条啊，来，可以看一下，里边啊有一条是红石质的，有三条是红陶的。这里边的话是一公三母，可以看一下。看这窝相对来说的话，整个的胆量啊还看着还可以，挺活泼的，可以看一下。现在啊，现在毛量还没有发起来啊，看多激动多幸福啊，哎呦乖乖，高兴坏了啊。大哥一直把它圈到笼子里边，没有让它在跑笼里边跑过，看一个个多兴奋，不错不错啊。对这窝红阿拉感兴趣的话，评论区给阿阳留言，没有给阿阳点关注的话，这边给阿阳点点关注。那么很多人可能比较注重这个阿拉斯加的价格，那么刚才我问了一下大哥啊，这窝阿拉要价是1500一条，那条红十字的便宜一点，可以看一下。阿拉的话有分熊版的，有分狼版的啊，有的是熊版和狼版串起来的。那么整体来，这窝阿拉斯加的话看着还算可以。来，咱把笼门打开啊，这样给大家看的话更清楚一点啊。哇，这是想出去吗？啊，这条想出来，进去不敢出来啊，出来都摔了你了。好嘞，咱把门给它关上。太兴奋了，太兴奋了啊。好，这期的视频啊就带大家看这里，你们想看什么狗，评论区记得给阿阳留言。好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